学雅慈济宫今天有一场非常特别的绕境活动，80位来自30个不同的国家来台湾念书的留学生，男生穿着唐服，女生则是穿着仙女服，他们手上呢拿着插上自己国家国旗的寿桃参与绕境，要来祝福保生大帝生日快乐。对我来说有一点奇怪，有那个什么火那个的东西，我以前好怕，可是我觉得非常。因为我对 中国的观察 有非常清楚。我是奈及利亚人，我觉得这个感觉很好玩，可以放松，很多不同的国家来玩在这里。来台湾也很少参加这样的那个庙会。台湾庙会怎么样啊？然后很热闹。但是一大早就要开始准备，手上拿着日本、奈及利亚、瑞典、美国和纽西兰象征五大洲的国旗，这群近百位来自30个国家的留学生在庙会正头中格外抢眼，鞭炮声响彻云霄。供奉保生大帝的学甲慈济宫绕境典礼，特别请来阿多瓦组成联合国队伍，感受台湾传统的宗教文化。这群阿多阿用英文加上不是很流利的中文祝福保生大帝生日快乐。记者陈云龙台南报道。